台中有一位得到先天同时症的许玉伟，伊阁有中度智能障碍、语言甲视力个障碍，伊靠着对音乐个趣味甲练习，那是摕到过张伟街头艺人的证照，阁地方部管区走透透安尼巡回表演，今年伊得到周大官热爱生命奖个肯定。日头真大，天气真热，杨过许玉伟一家三个人已经来到表演现场啊。每一届，伊拢是提早半点外钟来到现场，因为有真侪准备工作要做。因为在这里有遮凉的，有时候在外面你没有遮凉，还要准备雨伞、大阳伞那一种。音箱、电子琴，老爸拢传好啊。李徐伟是第一间音家甲调音表演正式登场了后，伊就正做上受人注意的主角了。因为有唐氏症，伊个有众多智能障碍。每一摆学一首新歌，对伊来讲拢是真吃力的代志。每一段乐曲除了练习以外，所来就是爱家强记来咯。我要一直指给他看，而且我要自己练。哦，我练哆来咪啊，他耳朵也会听，哦，他就可以跟着我练的速度去演奏这样。玉伟在表演过程中话无多，演过一套过头笛，和现场气氛是真热烈。透过身体轻快振动，加上音乐，就是伊甲外界沟通的另外一种方式。老母也教伊讲，安怎用上界真实的方式来代替讲话，让大家知影伊的感觉加心意。一个是笑笑脸，一个是哭脸，所以我们把他的哭脸遮起来了，换成玉伟的大名。无音乐底，靠着练习加强记来累积表演的经验，已经考到五个县市的街头艺人的表演证照。即阵唔那袂惊，甚至演化家己的招牌动作。爸爸真欢喜，囡仔对兴趣找到人生另外一条路。虽然行到是真辛苦，但过每一步拢是大家真在。就以万倍天才，用伊无同的方式，让家己受到大家的肯定。一二三，赞！许玉伟，赞赞赞赞赞赞！记者综合报道。